们还想要看，想要摸摸的蛋呢，是彩色的，有些不同营养，不同的鸡蛋。东东，你帮我冰箱拿那个彩色的蛋出来给大家看。那个台湾最常见的是白色的毛，你说我们拿进去看到的都是白色的。那怎么会有黑色的呢？其实也有，在印尼呢叫做印尼黑鸡，又叫做南岛煎饼鸡，一只小鸡可能要1000块。养到成鸡可能8万块，所以台湾其实比较少见到啦。啊，从我记得南部也有一个，在台南我有看到一个养鸡，人家有一个。那更好玩是呢，这个鸡呢有5根脚趾头，一只脚5根脚趾头，跟其他只鸡不一样，其他只鸡呢只有1根脚趾头。最高的。